我在编这个流程的时候没有想到，但突然间我就想到，啊，下面这个人其实好像也跟辛晓琪合作过。离开书店的时候，希望观众翻起好过。仍是我的鸟，几亿人在爱恋，画面在脑内乍现，波士顿最难眠，灯塔中谁人在约会我，不必真正遇见，是谁在对我？Thank you.
送给台北。